This is Yin style Baguazhang.走自然步，趋于疾行，以足展地，横开斜进，引翻走转，进退直接，重踢打，身形变化简洁明快。近代，由于受到历史与环境因素的影响，饮食八卦掌的传播与发展呈现出整体衰微，亟待深入挖掘与保护。 八卦掌为清朝中后期河北文安人董海川在北京所创，重要弟子传人有尹福、程廷华等多人，其中尹福所传为隐士八卦掌，当时尹福在宫廷内教授了众多的王公贵族，其中大太监崔玉贵就是尹福的得意弟子，因教过光绪皇帝。 因此，尹氏八卦掌被武林界尊称为帝王之权。尹氏八卦掌的第二代传人尹玉章是尹福的次子。尹玉章自幼随父亲呢进宫交权。尹玉章曾任呢青岛国术馆的总教练。抗日战争期间，29路军大刀队和19路军大刀队的。 的砍刀术都是由尹玉章所传。在尹氏八卦掌众多传人中，王福先生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。王福先生194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，一生医武双修，乐善好施，是尹玉章的得意高徒。60年代初，我父亲就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。 要保护董海川先师的目的，他是最早提出保护董海川目的的人。王福先生一生习武隐士八卦，练功不辍，系统全面掌握了隐士八卦掌的全理拳法，并将一生所学传授给长子王尚志先生和次子王尚信先生。隐士八卦。 第四代继承人王尚志先生，出身武术世家，自幼随父王福先生练习隐士八卦。1960年，拜尹福之孙何中奇先生为师，成为何中奇先生唯一的亲传弟子，较为全面系统地掌握了隐士八卦的老八掌、推脱掌、带领掌。 以及八卦刀、宫廷秘术如意金刀、砍刀术、伏虎剑、
七星干，判官笔，子午鸳鸯月等多种拳界套路，对该拳的特点、技法和训练方法以及实战应用、养生都有较深刻的理解和领悟。隐士八卦掌不同于其他门派，它的掌形是四指并拢，拇指内扣，虎口撑圆，它是直腕，在演练的时候呢是沉肩、含胸、溜臀，它的步伐是走自然步，不大掰大扣，走的时候是内直外扣。隐士八卦掌的动作刚中有柔，柔中有刚，刚柔并进，发力时以意领气，气力合一，赋予崩弹力，其动作敏捷，如打闪认真，技击中讲借劲使劲，以巧破千斤，每个劲力都发力于腰，手到步到走的是圆圈，以腰、胯、膝、足、肩、肘、腕、手伸缩变化而成掌法，这就是隐士八卦掌和其他流派不同的风格特点。隐士八卦掌对力与劲有不同的理解，隐士八卦掌力由气而发，劲儿由力而发，力是劲之源，力是只有方向和大小，劲儿它是有明暗刚柔。隐士八卦掌中基本腿法有十二腿，讲的是出腿不见腿，就是以攻击对方膝盖以下为主要，快出快收，对方难以判断。王尚志先生现任北京市长寿会常务副会长，北京市武协委员，北京市八卦掌研究会副会长，中国武术七段，2007年被中央电视台武林大会聘为八卦掌擂台赛专家评委，全国八卦掌训练副总教练等多职，多次参加八卦掌教学片的拍摄及八卦掌有关书籍的编写工作，有众多的海内外武术爱好者向他学艺。王尚志先生所练八卦掌体系严谨，系统性强，深得隐士八卦掌之精髓，成为隐士八卦掌嫡传弟子。近年来，王尚志先生牢记八卦掌前辈们的嘱托，为弘扬国粹、振兴中华武术文化广泛收徒，竭尽全力将这一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扬光大。